各位大家知道啦，咁早两日我讲过就话，政府唔应该派钱，因为派钱咧只系咧制造一个通胀。咁啊，讲一啲例子俾大家听，就我就唔记得咗实际发生喺边度啦。应该系喺西方嘅某一个国家吓，当时佢哋可以咧去殖民到其他地方，而喺个殖民地揾到好多黄金。於是咧就谂住，哎得啦，我哋好有钱啦，所以咧我哋好多黄金供应。结果咧，啲黄金流入去佢哋自己国内之后咧，发觉咧使到所有嘅物价咧都上升。相对于以前嚟讲啊，就用咗黄金计价。原因点解咧？原因就系咧，你个国内嘅物质系得咁多啊，你生产系咁多，得物料系咁多，你换咗唔同嘅计算方法。仍然得咁多供应嘅咋，所以咧到时咧只系你啲手上揸住啲所谓钱咧，突然间咧就全部咧就系需要升值吓，嗰样嘢贵咗。你用黄金计算嘅贵咗，以前咧就可能系用银计算，咁咪用银咯。当你用黄金计算时，就自然用黄金，但系嗰个结果一样样噶。因此咧，我就唔赞成咧。是派錢给任何的人，尤其是完全是人人都派啊，这样东西只可以做到啊，就是我刚才说的后果，结果就是只是将那个钱的单位变了，但是呢那个不均呢仍然在这里的。这个价钱仍然是一样样，只是用了换了一个不同的嘢嚟量度嘅啫，因此咧，既然唔可以就咁派银纸俾市民，我仍然唔赞成。虽然我而家谂过啊，不如放落去用八大通，其实呢啲都系只系咧会符合佢当时嘅政治原因，派钱唔会解决问题。要真真正正解决香港而家面对嘅问题，仍然系去翻。个基本嗰样嘢就系要回复翻香港嘅稳定。当香港稳定之后咧，嗰啲任何香港人有能一般嘅香港人啊，唔需要特别有能力或者咩啦，都会揾到办法咧，继续系生存落去，可以揾到钱。至于施永星问个问题，应该先救企业，抑或系救个人咧咁样？这个不是问题，这个是错题，这个题目错了。因为根本如果要救香港，不是救企业或者救个人这个问题，而是怎样使香港回归在香港以前成功的状态。要回归这个状态，基本上就一定要回归香港的法治精神，有香港的秩序。所以这个问题他问到底在这个情况之下救企业先还是救个人，这个是一个错的问题。我这个想顺便就讲在大历史里面有关的一件事。就我们在地球上就经历过很多次是大灭绝事件的。Massive Extinction Event。这个所谓大灭绝事件之话在地球上面大部分的生物因为某啲原因而大量死亡，嗱个大量嘅意思就系讲一个相对大嘅比例死亡，又唔会全部死晒，因为一定有啲动物可以系或者植物可以逃过咁嘅厄运啊。喺呢啲咁嘅大嘅灭绝事件之后咧，就等于重新洗牌，咁啊嗰啲其他啲物种。就会咧将而家新出嚟嘅好嘅位置咧抢咗去洗牌。举个例子就讲我哋人类，喺我哋人即系我哋人类咧就属于系哺乳类动物啦。我哋出世时要靠食阿妈嘅奶噶，哺乳类动物。我哋哺乳类动物咧，其实咧就喺恐龙时代咧已经存在噶啦。但是呢在当时的哺乳类动物呢是完全呢是没办法呢跟恐龙竞争的。因为恐龙呢它体积庞大，它当时霸着一些很有效的
evolution niche 啊，有霸緊啲好位置啊，霸咗個好位啊，咁所以我哋冇法同佢搶，唔夠佢搶，所以咧嗰陣時嗰啲哺乳類動物通常就會好似今日啲老鼠咁之類，就係、是、日頭就匿埋，夜晚啊走出嚟偷下食暗之類。直至呢個大滅絕發生咗之後咧，恐龍大量死亡之後咧，呢啲多咗好多嘅新機出嚟，所以咧哺乳類動物就開始咧喺呢個地球上面佔據重要位置。咁而我哋咧慢慢就咁樣發展出嚟。因此咧，每一次危之後咧，通常都有機。而咧，所有個企業如果喺個危機中過冇辦法生存到嘅話咧，佢自然會被淘汰。而佢被淘汰之後咧，一定會製造一個新嘅機會出嚟，俾其他啲行業去霸佔嘅。所以咧，係唔需要救企業嘅，企業唔需要救。咁當然啦，施永青作為一個商人，佢梗係希望咧有免費午餐啦。但呢個咧喺嚴格嚟講，喺經濟上面係唔應該救企業，企業係冇意思。咁當然啦，寫經濟嗰啲人好多都係受，好似有一個説話講下 ，history i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啊，你贏咗你咪決定點寫咯。所以咧。好多經濟書都會話：哎呀，我哋要講到底係救經救企業啊，救個人，救企業咧又開始咯，繼續維持有工做啦咁樣。嗱，呢個錯噶。如果你救企業，而個企業本身根本冇生意，你點樣抌錢都冇用。佢冇生意，你抌錢俾佢，佢可以捱一陣間，一樣係到時又搞唔掂嚇，冇乜大冇乜大用。而如果你唔理啲企業，只要有機會，有機會賺錢，佢哋自然有辦法籌到資金去賺呢啲錢噶啦。呢、這個就係、是企業嘅特性，所以我哋唔需要啦講係救企業救個人，而我哋要救嘅係救嗰個成個社會，那個社會要回歸翻一個。在香港来讲要回归一个是法治的社会，这先有救。所以呢，他这个题目说应该救企业，因为救个人呢是一个错的命题，题目错了，不应该问这件事，这件事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应该问有什么办法可以救回香港？个答案就是呢，一定要香港回复回这件事件之前的法治精神和秩序，社会秩序。要回复这个社会秩序，需要做的事就是一定要将卖港那些汉奸们踢走。为什么踢走这帮人呢？需要的想那个基本法里面的第23条。等政府有明确的法令法例可以用来到对付这些卖香港的人。这些人不少的。有外国的势力在这里，而他们通常都是受外国势力影响。如果不是，他们不会这样做。因为呢，你卖香港其实卖自己的前途。但只要如果他是有其他的出路的话，他就不怕卖了。不关他的事嘛。所以要救香港，其实真的要立第23条。但在现在这个情况之下，我很怀疑政府有这个勇气和能力立到这条的第23条。我相信如果他提出这件事的话，反对派会反应得很紧要。正正给我们看到哪些人真真正正 是卖港的人。賣國策、賣香港人前途的人，我們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但是可不可以執行到呢，是大有問題。所以我不是很樂觀說香港在現在這段時間可以執行到第23條。在執行不到23條的情況之下，要救香港唯有靠警察。警察辛苦你們，還要捱多一段時間。拜拜。